你们觉得我今天美不美？美！来赞成！来赞成！来赞成！其实呢，我今天准备了一套比较好看的，但是因为快递送过来的时候丢了，找不到了，找大人，所以说这套就是混搭了一下，你们喜不喜欢呢？我喜欢。因为今天在酒店呢有很多人，所以会有一点混乱嘛，所以大家如果谁看到我的快递，就跟我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。这首歌呢是我和胡彦斌老师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呀？我也玩游戏。什么？也玩游戏。太厉害了！对了，这首歌就是《野蛮游戏》，是卓林老师的一首歌，然后胡彦斌老师就重新编曲了一下，然后会偏一点摇滚，所以这首歌大家可以跳起来哦。等到你成完美。
天彩排的时候特别特别冷，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爽好爽。哎呀，我们也是因为大家特别的热情，太幸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的OST， 你们猜什么歌？你们又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喜欢。让我知道你要一起唱吗？好，我尽量，这个不客气。接下来这首歌《云上恋》。喂，宝贝，别走，买不到了。你在哪儿？